在支持个人方面，明确要求对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、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和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，因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逾期信贷业务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，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，依调整后的还款安排报送征信记录，已经报送的，按照征信纠错程序予以调整。同时，我们还针对受疫情影响、个人房贷还款困难等急难愁盼的问题，指导金融机构迅速回应市场关切，鼓励应严尽严，推出延期还款、调整还款计划等措施，缓解客户还款压力。